们农村社会哦，在耕田的时候都是用水牛去帮忙耕耘，所以呢，农夫呢在呢耕耘之时呢，就会把水牛带到农田的时候，就让他们自己干嘛？让他们自己去工作了，然后他们在旁坐在旁边的榕树下纳凉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水牛啊。水牛在耕田的同时呢，不小心呢，互相踩了大家，互相踩了脚一把的时候，哇，两只牛吵架了。那两只牛吵架了呢，它的主人就觉得你的牛怎么来欺负我的牛呢？他说你的牛才来欺负我的牛吧。结果呢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了农夫也吵起来了。这个就是呢，我们早期的农村社会，也是非常经典的我们早期的斗牛阵。这个路人甲隔壁村的跑出来助阵哦，来，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真的是，就是其实呢，这样的民俗义阵呢，就是代表了我们早期的一些农村文化哈、哦。那可是呢，以前哦，那在进乡的时候哦，有这么传统的义阵哦，真的是也是多了非常几分的趣味哦。